钱的金流没有问题，哪一天提领多少钱，哦，都有很清楚详细的记录。春三百万分批银行领陈明文金流有没有问题？法务部证实蔡壁仲却认为很多人都规避通报，带头帮换夹。而今天我们的法务部证实蔡壁仲居然自己身为检调的这个最高的这个长官，你今天知法犯法。党委怒批蔡壁仲挺身护航陈明文，更点出两人其实关系匪浅。八年检察官，二十多年律师生涯，蔡壁仲三年前担任法务部正次，去年九月花莲县长出缺，更由他代理，全都是陈明文推荐。过去两人更有这层关系。这个贪污案就已经是到这位了。众的恩人是谁啊？就是咱陈明文呐。陈明文担任嘉义县长时，106年涉及民雄地下污水招标案被告，当时的辩护律师就是蔡壁仲。有陈明文涉案，就有蔡壁仲，两人关系不止如此。蔡壁仲妻子黄淑英还是嘉义市小英之友会会长，女儿也是民进党中央专员，一家人通通绿油油。聘请那些蔡壁仲去做伊的辩护律师，啊，实在遐侪人。所以一告百万进入到绿营，然后一步一步往上爬。三百万巨款疑云，外界关注两人革命情感衍生出的神护航也格外引人注目。记者林梦昌、李义璇台北报道。